你说你打的，你他妈刚换的屏幕呀？怎么老看看看不了啊？还不一样、啊！我说上次干完一个又干干坏一个，真服了。大杨哥硬核测试铁锅，把屏幕都干坏了。此时小杨哥嘴上骂骂咧咧，可是随后做出的操作比大杨哥还离谱。听啊，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炒鸡蛋肯定它都能用，说那锅铲一倒就有划痕。你看啊，看到没有？炒螺丝？为什么炒螺丝？炒过之后给你们看有没有印的，对，有没有涂层啊？你们螺丝啊？这是螺丝。耶，还会玩了，这炒。没事，你们看，有没有？来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报告，没什么的，它都没有涂层，有涂的倒有很多划痕的，看一下，你看，深度9厘米，实际是32厘米，好吧？十年质保，只换不修啊，只换不修，这个透明的锅盖啊，局部防滑锁骨，看一下，你看，继续。我靠！来，兄弟，多少钱？日床价399，89上车！看大杨哥正在美美的享受七老板给自己涂金华液。就在这时，小杨哥的一句话让大杨哥彻底后悔了。有没有你媳妇给你用涂涂？这一讲有没有？你们谁都说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哎，怎么说没有呢？肯定有你媳妇一样舒服嘛。对对对，有，对吧？有我媳妇舒服，对，有你媳妇舒服。哎，等一下。小杨哥这套路也是笑不活了，估计大杨哥现在满脑子都是晚上回家该怎么解释。玩笑过后又继续带货这款刺抛，只因成分好价格低导致屡屡卖断货。刺抛又有了，兄弟们，上次刺抛又抢了，又有货了啊，今天又有两万单，这个是一直断货状态啊。这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叫娇润泉的刺抛，看好了啊，检测报告，二类酵母抗皱紧致精华液，又有报告了、啊、具有一定的抗皱紧致功效。看刺抛不就看成分是不是？成分怎么看啊？水，二类酵母发酵产物绿叶，你去把这个配料表跟那个大牌的对比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他今天卖的能卖便宜？为什么价格能砍下来？因为人家没有广告费，没有代言费，这些钱省下来，把牌子，把这个价格降下来。现在你们他以前卖的369一盒，一个月的装30支，今天再抢个。两盒，再给你加六盒小的，这一个里面有5支，也是等于也是一个月，有一盒你可以试用，先试用一盒，感觉不行把它全退了。多少钱了？169，上车！死了，小杨真嘴，我一晚上卖个灯啊，全是9.9，29.9的，我卖个灯，我不用赚了我，下个品呢？杨哥，我什么时候解约？看我心情，行不行？小黄居然在直播间扬言不卖师傅的盘，还要解约小杨哥，殊不知小杨哥就在直播间里。好徒弟，小黄解约，小黄要解约。来，小黄，告诉他们，我签终身。好嘞，把合同拿回来，小黄签个终身，快，先拿回来啊，把合同拿回来。白下的兄弟们，白下的。嗯，这什么面？我这是火鸡面吧？我这是哇，麻辣小龙虾啊，好吃是吧？我这火鸡面，我的妈，真好吃！真的吗？两盒，今天想这个白象的啊，放心吧，白象的拌面你瞅瞅，今天啊，多少钱一盒？如果算8块钱，一碗死了，两个六盒啊，六盒，韩式的两个韩式的啊，两个麻辣小龙虾味儿，麻辣小龙虾味儿，两盒葱油的六盒，再给兄弟来3个大。29.9上当了！哎，写错了，不叫小黄啊，把那小给擦掉啊，叫黄什么？写上去。嗯，黄什么呢？黄什么？小黄，快点证明给兄弟们看，黄什么？黄静。啊，黄静文。啊？你当黄静文是你姐呀、啊？黄静文是你姐呀、啊，老妹儿。欠他等于欠我，
听是乖，怎么样？心虚怎么？你做个样子看。刚才说什么终身终身，这终身合同不给你拿来了吗？快点，你说那么多，快点签。你看徐这么些又开始帮你说话了。弄合同我得看一下吧。看啥呀？快，兄弟们啊，我感觉兄弟们现在说的话有点对了。我签，我有点相信松松说的话了。我感觉兄弟们说的话是对的。签。好嘞，印泥没有是吧？没有印泥。没有印泥。没有印泥好像不算。哎对，没有印泥不算。没有印泥不算。来来来，手上拿来。这是能作数吗？这个、看得出我的指纹吗？我看能不能看得出。我看一下。好，能看得出，可以。非常棒啊，非常棒，谁？好嘞，兄弟们，小黄终身合同已签，谢谢兄弟们。拿了吧，拿了我放在我保险柜旁边，我一会放到保险柜去。你，我跟你说啊，兄弟们，我徒弟说句的话，我一定。立马就帮他实现，说的真太好了，现在。峰哥，我有个徒弟，哎，徒弟长得非常好看，哎呦，非常漂亮啊，跳舞也不错，哎，我让他给你展示一段，太好了，以后你看看他能，你要是搞了这些案子，我就来去报个名，就跟你一起演呗。啊，对，他演我的女儿，我觉得可以。我给你看一个啊，兄弟们，热恋。我来问问我的徒弟有没有看过热恋，如果没看过，就不跟他连了。我就四个徒弟啊，小黄在开吗？小黄，不着急。小黄为什么不连？为什么他不敢连啊？小黄是不是不敢连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敢连呢？不是，我绝对没有任何的私心，兄弟。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干啥，啥也没干啊。我点了个金主 PK 也邀请的，那临间超时，兄弟啊，伺候大黄会有恶心的话，我现在立刻我就这个月抽成。这个月挣100%，我赚的我好日子花，大白赚一分钱，你算我输。好啊，兄弟啊，这李总一定重出师门，我飘了。是的，我兄弟啊，李总，你别想搞得我都流汗的纸了。你是不是重开了？兄弟啊，我没钱，剪辑组一定要让我证明一下。剪辑组，剪辑组，你一定要让我证明剪辑组。剪辑组，我大黄，我再试一下啊，再试一下，我再试一下。啊，我再试一下。剪辑组让我证明剪辑组，五千个剪辑组听到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今天直播公益直播。我不要了哈，我要了，来客人没？不要了啊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说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小黄站着我也得站。说他一句，别，他就站着不会，啊，他就站着不会，是不是？啊，小黄，你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太客气了。你看过我之前的什么？屌丝男士，看过是吧？啊，是。还看过什么？屌丝男士。还看过什么？没事没事。还看过什么？啊，煎饼侠。哎呀妈呀！还有，之前刚看你进化了啊！还有，现在正在上映的，最近看的《师傅怎么教你的》，最近看什么了？猎刃，漂亮，猎刃，小黄，我支持你，大鹏老师，我马上给你，我马上反过来啊，热烈，哦，热烈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看？看不看？我请你去看啊，我接你去看。特别适合你接我去看、哎、我请你去看好吧，我感谢兄弟们点赞，请你去看，我的妈，特别搞笑，让你能回想起屌丝男士的那会儿那个感觉啊。好，老师，我也想当演员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当屌丝女士。那个小花、啊、听我讲，小花屌丝女士是吧、哎、你是不用当，你就本来就像小花啊，不用当、哎、那个你看我的徒弟是吗？来，左往前站，往后站。小杨，那个大白老师，我还有个姐姐，哎、你还有个姐姐的啊？她当屌丝，我当女士，屌丝女士。你看哇，姐姐好，你好，我是大鹏。小王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感谢兄弟点赞，兄弟们点赞，你听我的，小王来，你先你先往后，峰哥，哎，他是我徒弟啊，舞蹈，你跳舞跳多少年了？我跳舞从3岁就开始跳舞了，从3岁开始跳舞。哎呦妈，现在多大了？哎呀，23岁了，跳了20年。我跟你说，你如果以后要拍关于舞蹈的电影，让他
太好了，你这试试给教育看。来，我们欣赏一下。兄弟们，咱们给红绿灯小黄点关注啊！感谢兄弟们点赞，现在给他破700了吗？小黄，小花，小黄，哎，你是我的第一，他是我第一个徒弟啊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好好跳啊！好，那我包在我身上。来来来，感受一下啊！给你师傅打个脸，看一下。我来了啊！好，来，我来一个，来一段 freestyle 啊 ！OK， freestyle， 把你最好的绝活拿来啊！开始。哎呀妈呀！蹦蹦啪啪，蹦啪蹦啪啪。哎呀哎！小花，小花，可以可以，小花跳得好，跳得好，跳得可以了，可以不用跳了，小花。哦，跳得好是吧？好，那再跳一遍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小花，小花，你忍住，哎，你是跳了。那鹏哥，你坐没事，勇敢勇敢。这个小花，哎，放个歌啊！你跳舞，你不放歌呀？放个歌啊！好，你没，刚才是热身，刚才还没跳呢，是不是？刚才热身了啊！热烈，感谢我3000，欢迎3000，欢迎兄弟，我们给兄弟。好，那么既然大鹏老师在这，我跳个大鹏歌啊！你跳一个，那个热烈电影里有 Lucky 吧？哎，所有的舞种都有，所有舞种都有。但是对，主要呢，王一博演的那角色跳 Breaking 啊 ，Breaking。你就来个 breaking，、哎、别别别 breaking， 这个有一定的门槛，有一定门槛，随意的舞种都可以，哦、随意你就随意跳一个，哦，随意跳一个好吧，好 ，OK， 好好好，马上来啊！哎，大鹏哥，哎，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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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歇会儿吧，孩子，啊，歇会儿歇会儿，我看你这个。记住我思想上架呀、咱们给这个红绿灯的环儿点点关注，涨几万了，涨2万了吧？跳得很好，跳得很好。嗯，给这个红绿灯环来热烈啊！晚上你还没看吧？看了没？啊，没，我该说看了还没，我们还没看。没事，实话实说，你记得是吧？没看没有问题。小花，哎，别笑了，你晚上来你师傅这边和师傅办公室喝茶啊。啊，又是喝茶？好，拜拜。